大家好，今麦是台语时间。爱台语，家己的书店，家己变，我是丽子。吼，故事是安尼，丽子一直咧顾台语书店，后来熟悉唐凤了后，就知影蒙点这个物件。尾后丽子就去参加蒙点松，伊就发起一个新台语运动。后来就拄着 PM 阿九、新红这些人，所以阮就做一个物件，叫做爱台语，今麦伫咧进行当中。讲进行当中，其实已经走单半，单半就是一年半吼。代志是安尼，你若是想要学代志，毋知影要去倒位学，想要去查书店，阁查袂着新的书，嘛查袂着一挂阿里不达啰嗦嗦的物件。无非是安尼好啊，咱做伙来边书店边买，就爱做一个书店，让大家查顺耍学代志。好，功能是安尼吼，想要知影一个华语书的代志安怎讲，你就来遮查。遮就是爱代志啦吼，爱代志就是一个系统吼。啊，若准你要问的这个花艺术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本来就有咧，我就去甲蒙店的书条，甲发音头来，互恁看。啊，恁若是感觉这个讲法无满意，你嘛会当提供新的讲法。本来这个讲法无咧，哇，拜托拜托，谁甲我讲？好，另外一种情形是，我足牛的，我来讲。不过我袂晓写台语呢，不要紧，你会当写火星文，就是火星文吼。啊是，我有提供录音吼。啊，你若是用这款乱七八糟的方式甲写落来了后，我有一个新编的团队，会甲你写的物件正规化。好，你若正规化了后咧，刷落来后一个人去猜啦，伊就猜会到呢。好，啊，除了这以外，还有其他好耍的物件，比如讲我有多文有影音，啊，我毛块的 Facebook 的粉专，另外就是阮有拄只讲的这个。定期是咧聚会的台语松，好，即卖是安尼，我有 Hackpad， 我有一个网站，我有一个无定期的台语松，啊，因为天主就是我完全袂晓写 code， 我着负责向大家讲台语，啊，搁算台语，好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即卖就是讲较详细讨论的物件拢伫咧遮，因为内底物件有够侪，侪到你一定无想要看，所以若有兴趣的人，再来找我，我直接甲你用讲较紧。啊，我的所有的迄、那个听雪贝拢伫咧遮，吼，啊，拄则讲的这个算台语伫咧遮，吼。就是我有一个 Facebook 的迄个专家吼，伊伫一通秘密电话内底讲，我嘻嘻好哩，在你安怎处理？讲嘻嘻到底唱多如？欢迎天气站，就叫做爱在听吼。啊，这就是这重点啦，重点是我的系统吼，因为迄当时啊吼，水母还阁真有话题性，所以迄阵啊我拢用水母做咧，但是即摆水母已经无去啊吼。就是你若是拍水母了后吼，你若你就会猜到。伊就甲你讲哦，水母。好，无就是水母安尼吼。啊，你若感觉这两种无好咧，我想要写新的，比如讲，我想要写一个对联叫做“前总统”，啊，你嘛当可以写吼。好，OK， 好啊，我即马需求是安尼，我需要前端较后端的工程师。其实我有工程师，不过希望较侪人来斗做吼。啊，今日随到会当互你工课人啊做，当然房价嘛爱设计吼。好啊，最后是安尼啊，当面来找我讲较清楚 ，OK。好，感谢。好，那个再来是。